断流范例来看一下。好，这边是 CoA 的串流范例哦，但是这个范例之前做的时候有点旧哦，所以它要加 Harmony 参数，现在不用了，直接拿 Node APP 就可以。那这边的范例它有主程式哦，主程式在这里啊，这个是主程式啊。那原则上我们把它直接剪贴下来用也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看一下它的除了主程式以外，它的测试，这个是它的测试程式，这应该是用 Mocha 做的，这个不用管它，我们就把主程式直接抓下来也就可以了。来，我把它抓下来，应该可以执行哦，我没执行过，试试看，之前有执行过了，最近没执行过。好，我们先存档一下。这个就叫做 CoA file 或 string 就可以了。就叫 CoA file 啊，因为它是做档案存取用啊。好。那这个程式呢，原则上它除了用到 CoA 套件以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，其他都是系统套件，所以就执行吧。好，我们把刚刚的结束掉，我们把这个拿来执行。好，一样哦，没有告诉你讯息。那这边来看一下，它是用3000吗？对，是用3000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它找不到一个档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会找到什么档案呢？我们目前这个资料夹底下，我们目前资料夹底下有什么档案，它应该就会找到什么档案。可是问题是我们目前资料夹底下有什么档案？目前资料夹我是在 JS 这个资料夹里面，JS 这个资料夹里面有 CoA file、CoA hello， 所以我如果打 OK， 你就看到那个被我列出来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程式去把它抓出来，然后传回来。刚刚这个程式，你甚至放个 HTML 档案进去，它应该也会，可是它应该会用文字的方式显示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 nqu.html 试试看。呀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，基本上因为这是抓下来的，所以相对路径图片都不见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样子还在。好 ，OK。所以这就已经是一个有资源区域档案的伺服器功能。看一下它的程式码，它的程式码并不会很复杂啊。第一个就是，你看他说，我的 path 就是 DIRNAME 就是目前我这个程式所在的资料夹，是程式所在的资料夹，也就是我这个CoA file.js 档案所在的资料夹，我从这个资料夹开始当根目录，然后再加上 list.path， 这就是后面的这个目录，后面的这一串就叫 list.path， OK， 这一串叫 list.path， OK， 那把两个接起来，那就是我想要找的档案路径。那这里 fstate 呢，就是去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些资料夹资讯啊，或档案资讯啊，资讯 state 啊，取得资讯。如果这个 state 是一个 file， 如果发现这个档案是一个档案的话啊，那我
就把 list 点 type 设成 est name pass 啊 ，est name pass 这就是那个副档名，它会把它设到类型里面。我们等一下把它印出来看看，你就会知道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会看到它到底 list 点 type 在输出什么。然后最后 list 点 body 这个就是我要传回给浏览器的东西，我要传回什么，它就直接把那个档案当串流开起来直接丢回去了，它可以传回一整个物件。那如果你传回一个串流物件的话，最后显示在浏览器里面就是那个档案的完整内容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档案整个读出来再传回去就好，而是直接把整个串流物件传回去，节省记忆体？因为如果你把它整个读出来放在记忆体里面，那是不是要耗记忆体然后再传回去？那如果那个档案很大，那你 server 就被塞，记忆体很快就被塞爆。如果你直接把串流传回去，它自动会直接做缓冲，自动做缓冲它永远譬如说用 4K 就可以应付你这一个目前的程式的运作，那就很省记忆体。OK， 所以它直接把串流传回去是这个原因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它就直接 listen 哦。其实这个 module 点 parent 的这个可以不用管哦，就直接 listen 就可以了啊。他说如果还有附模组的话，如果没有附模组我就这样做，有附模组我就不去启动这一个伺服器。那这个 state 就是传回 fs 点 state， 这里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哦。你看，这里用了 yield， 对不对？这里用了 yield， 但是我们刚刚用 yield 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用，都有用像那个 MongoDB， 它有本身就有支援 yield， 可是我们的档案系统 fs 本身没有支援 yield。我如果要让某个函数支援 yield 怎么办？方法就是自己包。怎么包呢？你把那个函数呢 ，return 的时候多包一层 function， 然后把回呼的函数给放在这里，就可以自己包完。你任何函数都可以这样包，之后你就可以用 yield。OK， 啊，那这个讲的太深了。但是以这个程式而言，它是必要的。如果你不再采用其他套件的话，你得自己包。OK， 这是自己包的方法啊，这个叫 Stunkify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刚刚的执行结果。其实简单啊，就是，这里很多刚刚，为什么会查这么多？因为这个网页里面有很多其他档案，它会再去请求啊。那我们如果不管，我们就OK 哦，那这样子那就 OK 了，它会传回来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停一下，因为刚刚我们多输出了一个资讯，我再执行一次伺服器 Qualify。然后呢，我们重新整理一下，你会看到他说 list 点 type，list 点 type 是 application JavaScript， 它会自动帮你根据副档名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点 js， 所以它自动帮你转成 application JavaScript。这样子的话，回应给浏览器，浏览器才知道说你现在这种档案是哪一种档案。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显示它？如果是这种点 JS 档，它就当成纯文字的方式来显示。OK， 如果是点 HTML 档，它就会当成网页的方式来解释。那如果是纯文字档，那它就会 text plain 的方式，就是纯文字的方式解释。影像档的话，它就会采用影像的方式解释。如果你的形态这个 type 设错了，
应该是网页的，结果它可能当成纯文字显示，你就得不到效果。OK， 如果你应该是影像的，结果你把它当成纯文字的形态传回的话，它会把整张影像的那个二进位档全部列在萤幕上给你。OK， 那也得不到结果。OK， 所以这个 type 要设对 ，type 要设对。好，用 ESTNAME，pass.ESTNAME 就可以做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一个程式就请各位接下来去看一下，这个 string file 这个档案就是我刚刚的，再执行一下，你里面放什么档，你就可以在网址上面打什么，试试看。